如果另外一個地方你會想好好地去保護它，海塑基金會的成立是希望透過科研、教育和鼓勵商業應用科技創新，去挽救海洋生態和處理氣候變化的問題。我們的核心項目之一是以自然為本的方法利用黑水蟒處理廚餘。這個廚餘界的清道夫除了可以將有機廢物轉化成為肥料，黑水蟒繁殖的幼蟲亦含有豐富的蛋白質，經處理後可以成為水產飼料，位置有經濟價值的魚類和啟動魚菜共生，達到一個循環經濟的示範。這個項目已經在全港多間大學、住宅和企業推行，可以有效減少大約 50% 的廢物，實現可持續廢物管理。推動可持續發展就是香港精神獎。